尊敬的陈校长，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首先哈、啊，恭祝大家，啊，二零二二年啊，新年吉祥如意，啊，这是我们新的一年。 啊，第一次啊，跟大家啊，在我们这个学习平台啊一起共学，好，那一年呢、啊，不算短，好，啊，对于中年人来讲啊，一年不少了，<laughs> 哦，所以我在想，说我还有多少一年，哈、哦。 真的是四年已过啊！啊，这个警觉性啊，要很高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孔夫子啊，他说道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喜，不善不能改。” 是无忧也啊，好，哎，夫子担忧学生德行啊，没有很好的修正啊，提升学问呢、啊，没有好好的讲究，没有好好的深入啊，文艺啊，做人应该做的。 义者矣也啊，啊，闻到义了，啊，不能好好啊，照着做，啊，照着效法，啊，不善不能改过，啊，这是夫子啊担忧学生了、啊，啊，我想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啊，应该也是会担忧这些点。而而事实上，那夫子他自身啊，铁定是自我鞭策啊，啊，德要修啊，啊，学要讲啊，啊，文艺要洗啊，不善要改。 他老人家是圣人呢、啊，啊，他是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导之啊，啊，这些他是做到了，他去护持学生呢、啊。好、啊，那当、呃、我们站在当学生的立场，啊，我们假如体会到啊，老师在担忧我这一些，那我们一定要勤勉自己、啊 赶快努力啊！不要让老师多担心我了，啊，不要让父母多担心我们了。好，父母、老师对我们的恩德很大，啊，我们知恩，进一步报恩。啊，报恩具体呢？首先呢，不让父母、老师。 在担忧自己了，啊，哎，纵使我们已经修学多年了，哎，也要问问自己啊，哎，父母、老师还有没有担忧我什么事情？啊，首先得要让我最亲的人不担忧我，这是最重要的基础了。 啊，还谈不上说去爱人呢。啊，不要有人因我而担忧，因我而生烦恼。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就像李炳南老师，啊，他教授常理取要。哎，我们学理啊，哎，首先做一个不让人讨厌的人。 哦，oh, 我们虽然有高远的志向啊，啊，高高山顶立啊啊，深深海底行呢、啊，啊，也得从啊不让人担心、不恼害他人开始下功夫。啊，尤其假如我们是在团队里面呢、啊。 啊，每个人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性情都不一样啊！啊，在一起工作，甚至是在一起生活啊！哦，那境界可多了、哦、啊！光是你啊，在一起生活啊啊，关门关太大声了、啊，就脑海众生了啊,啊！在一起生活。 用的东西没有给人家归还原位，下面的人找不到、啊，恼害众生了。啊，所以我们要能处处替人想啊，才不会恼害众生了。啊啊，所以我们有利众的心，但是下所处啊，都要在这些生活的。 事情上，啊，修行啊，没有小事，有个大小啊，我们就容易忽略小事了。啊、修行很重要的，修平等心啊，啊，平等恭敬啊，我们总不能啊，看到一个长者哦，很恭敬。 看到一个小朋友就轻慢，那这样修，我看也很难修的成啊,啊！修行啊，就是恢复真心呢啊,啊！真心是清净的，真心是平等恭敬的啊！有一次啊，送老人家啊回。 六合小院，啊，哎，当时候啊，停了车啊，啊，还有羊肠小道要走啊，啊，那个车子开不进了，啊，啊，我们跟在后面呢，哎，看到前面呢几个小朋友在玩耍，啊，看到师长啊，很高兴啊，跟师长打招呼，啊，师长笑着跟他们说：“哎呀，好乖啊。” 明天给你们糖吃啊！啊，结果就继续走了。一进门啊，师长马上交代了：“哎，赶紧给我准备糖！<laughs> 哦，我明天要拿给小朋友吃的。要、啊、对一个小朋友，呃、啊，这个答应的事情啊，都是非常恭敬的对待。” 啊，不亲小孩呀，啊，不亲后学呀，哎，都在这里练了平等恭敬啊。啊，在佛门有一个公案呢，啊，有一个国王啊，他很有善根呢、啊，恭敬三宝啊，只要看到出家人呢，他就礼拜啊，国王不简单了。 一国之尊呢？啊，哎，他真的，照这么做了啊！突然有一天呢，看到一个小沙弥啊，啊，看到一个小朋友，但是他已经出家了，哦，他就有点别扭了。我给一个小沙弥磕头啊，啊，他有有点犹豫了。 结果呢？这个小沙弥啊，已经证阿罗汉果了，有他心都啊，马上就看到他的心念了啊、哦、啊！结果这个小沙弥啊，啊，就马上啊钻到一个小瓶子里面去，哦，然后又钻出来，哇！这个国王看了，马上就礼拜了哈啊、哦、啊！这个小沙弥。 也不简单哈、啊，抓住机会教育点啊，跟国王说啊，啊，有几个事啊，你不能轻慢，啊，啊，第一啊、哎，对于小小的火苗不能轻慢呐、啊，啊，不能轻忽哦，不然他会这个烧了一整片，一个城市都烧掉了。 哎，面对小王子不可以轻慢了，他以后要当国王了。哦，面对一个小沙弥不可以轻慢了，他是要做法王。好、哦，啊，尤其呀、啊，啊，我们啊，经典里面教诲啊，四大烦恼长相随啊。 啊，这个不用教了，与生带来的。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慢，要慢了，很容易起来。啊，头发比人家黑，啊，就甩两下，哎，这个要展现给人家看了。哦，哎，成绩考的比较好，哎呀，我没怎么读书就考这么高啊。 这个都有对人的这个傲慢呢，啊，有、哎、我们看啊，孔子啊问学生的志向，啊，我们看到子路啊特别仗义，啊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啊，他很慷慨啊，好东西啊，朋友拿去用，用坏了。 他也一点都不难过，嗯，好，这样的朋友很难得啊，但是你不要占他便宜啊，这个要很珍惜这样的朋友啊。哎，接着是颜回说了，啊，愿无乏善，无私劳。啊，伐善呢、啊，就是自我夸耀。 这慢心呢起作用了，好，就像《太上感应篇》也讲了、啊，不炫己长，哦，不要去炫耀，呃自己的长处啊，啊，这个心态很微妙啊，啊，我们容易讲自己的长处啊。 这个不知不觉，啊，慢性就流出来了，满遭损啊，啊，千受益啊。所以啊，好都是什么？好要别人讲，不能自己讲啊！你看我们在修学，啊，哎，别人提醒我们。 我们就有点忍不住了，哎，我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laughs> 哦，那这个还是别人一批评啊，心里难受了，忍不住了，好、哦，一定要给自己这个解围一下，好、哦，不让对方再讲了。<laughs> 哦，当我们那一句话说，哎，我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那人家就不好继续讲了。 嗯，这个都是很无形的哦，自自己的这个心理反应啊，啊，所以说观心为要啊，哎，时时能察觉我们这个心念有没有在道中啊，啊，心念没有错了，言行就不会偏了，啊，心行一如。 可是心念偏了，自己没有察觉啊！啊，那个、错误的言行啊，可能就出去了。啊、哦，所以我们很可能呢，还是听好话比较习惯，比较舒服啊，听建议啊，就比较难受了。哦，所以古人呢，有说啊。 啊，有两件事很难呢、啊。乐闻己恶者难呢、啊，就是别人提醒我们的不足或者错误啊，他很欢喜接受。哎呀，这个难得啊！啊，再来是呢，以恶告人者难，就是要去提醒对方的问题呀、啊。 有时候又怕讲的太重了，对方接受不了，就在那拿捏拿捏啊！哦，所以劝人其实不难啊，不不容易 <laughs>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哈、啊，要去劝一个很清静的人，哦，还得深呼吸好几口，哦，在那琢磨一下，<laughs> 哦，在讲的时候还要看着他的眼神，看着他的接受度。 哦，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呢、啊，啊，今天你的亲戚朋友跟你谈话呢，啊，他手都在发抖啊，好、啊，好、啊，你就要体谅他挺难的，好 <laughs>、哦，这个时候你要很珍惜呀、啊，啊，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啊，啊，所以一个领导者，啊，《论语》里面说。 为臣不易呀！啊，一个下属要劝谏领导，那要考虑再三的。啊、哦，伴君如伴虎啊！啊，那皇上权力那么大，啊，讲的不好，到时候连家里的人，啊，都有问题了。他得很谨慎呢、啊，啊，战战兢兢啊。 所以，事实上，我们换换位思考啊，不要落在自己的感受当中、哎。我们换位思考，哎，这亲戚朋友要劝我，他要提起勇气呀、啊，挺难的、啊，我们就会很珍惜了。假如是自我感受了，一听劝我了，哎，不不舒服了。 情绪就接着上来了，哦，所以闻过怒，闻欲乐啊，损有来，益有去了。啊，闻欲恐，闻过心，持量是见相亲了。所以，我们下功夫啊，首先呢，要下在调伏。 见思烦恼啊，见或主要就是啊，自我的主见太强了啊，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但是不是说不要没有主见啊？这个主见，首先我们的态度啊，不是我认为，而是什么？ 我是依照经典，依照真理来思维。啊，哎，经典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准绳呢。啊，首先我得确定我是依照这个来思维的。啊，大家冷静看呢，啊，包含我看自己，啊，还没学佛以前，啊，还没有好好改过以前。 可能自己讲话十句里面呢，可能有两三句都是“我觉得怎样怎样”，“我觉得怎样怎样”，自己没察觉啊。所以这个修学啊，我们说不善要改啊，首先还得知道错在哪。啊，往往啊。 习气使然，浑然不知，不觉得有。所以于静义公与造神记呀、啊，他就是在除夕夜遇到赵神爷了。他新的一年呢、啊、就不一样了。哎，我们看。 于今一功，啊，得到造神爷的加持啊，护持啊，啊，你看释迦如来慈悲啊，啊，他是圆满觉悟的老师啊，也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啊，所以我们学儒、学孔子，哎、嗯，孔子怎么用功的？ 不断提醒自己，德要修啊，学要讲究啊，文艺要写、啊，不善要改他们的言教、身教，都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去观察啊。其实，假如我们觉得，哎呀，我要教书，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哦，那不能讲这句话，讲这句话，古圣先贤就觉得很无辜了啊！我都讲了那么多了，好、啊，我都表演那么多了，<laughs> 哦，怎么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做呢？哦、我们看李炳南老师、师长，他们都在展现怎么学、怎么教给我们。 所以，我们下一个要学习的啊，就是老人家啊，将他跟李炳南老师学习十年啊，他是用什么心境、什么态度跟老师学的？他和盘托出啊，指导我们了啊，包含后面他是怎么弘法的。 啊，虽然短短不到一个小时，非常精辟呀、啊！啊，可谓老人家教与学的心法了。啊，哎，老人家还讲了一个专题呀、啊，善学啊，佛法与传统文化。啊、哎，我们要善学。 我们要善观察，善体会哦，不能体会错了啊、哦！比方说，老人家有讲到啊，啊，有一位长者啊约他到啊功德林吃饭，那老人家很紧张啊，哎呀，这个现在那么多人在破这个。 和和的生团呢、啊？哇，那造的都是阿鼻地狱的业呀、啊！啊，结果老人家问他：“哎，你走了那么多地方啊？哎，你看看，你有看过生团吗？”哎哎，那我们听了这个公案呢、啊？那我们是不是说：“哎呀，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也不做了。<laughs> 那这个就不算体会了。 哎，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有志气呀！啊，虽然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斗争坚固的共业呀！啊，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讲了，他灭度之后五个五百年。 首先，持戒坚固啊，哦哦啊，再来禅定坚固啊，哦，再来多闻坚固啊，第四个塔庙坚固啊，啊，盖了不少。 寺院呢、啊，再接着第五个五百年，斗争坚固啊！啊，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共业如此啊，但共业当中有别业啊！啊，我们冷静想想，去年啊，或者我们走过的人生。 最耗精力的不是做事，都是人事的问题。哦，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前事不忘啊，后事之师啊。所以，我们啊，不陷入啊。 这个共业当中，那这个得很冷静啊、哦，这个的警觉性很高啊，啊，是非到我为止，啊，哎，圣贤人教我们事事是好事啊，啊，首先我们遇到人事的问题，自己的情绪。 不能陷进去，啊、哦，要保持安定啊，冷静啊，啊，顺着这个人事问题，随缘妙用啊，哎，只要我是觉悟的，我是冷静的，啊、哦，没有人喜欢冲突的，没有人喜欢对立的。 啊，只是在人事问题当中，哎，有人能够很冷静的去提醒每个人，哎，可能他的善根呢就起来了。啊，看起来是一个人事纠纷，可是我们随这个缘呢，妙妙在哪？妙在首先我们不被转，不起情绪，啊，妙在大公无私。 啊，妙在能体恤每一个人的立场，每一个人心里的状态，啊，然后情理法兼顾的去提醒、去护念，啊，每一个人都从这一件事当中啊得到启发。哦，对哦，我们遇到这个事，儒释道的教诲应该怎么用啊？不能情绪化。 啊、哦，有时候啊，发生一件人事问题啊，你把它跳脱出来，可能这一件事，他是在提醒所有的人啊、哦。比方说，一个家庭，哦，哎，啊，比方说，太太提出来离婚了，或者先生提出来离婚了。 可能我们的感受假如很强，就会觉得哎呀晴天霹雳了。所以不要被境界转啊。首先这个要扶得住见识烦恼啊啊！这个时候假如都是哎呀，我觉得怎样，我的看法怎样，那铁定这个事情就越闹越糟了。哎，我的感受，哎，我都付出那么多了，不然不然你要我怎样啊？ 那就麻烦了、啊。哎，这些都能扶得住，啊，哎，虽然我确实有付出，啊，可是我先什么？我先不要求对方，我先什么？理解对方。其实啊，事情一点都不复杂，最难的。 就是我们能把心用对，不情绪化啊、哦！所以师长给我们这一句法语啊，什么事情啊？佛菩萨祖先承担呢、啊？啊、哦，我们家里发生事情啊，祖先保不保佑啊？ 铁定保佑的、啊。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啊，他就是做梦梦到他父亲来提醒他了。啊，你可不能起一个念头啊！窦燕山他的爸爸比较好呵呵，我的祖先可能没有提醒我，不可能。我们当中华儿女，福报很大的。 祖先啊，我们离去的父母祖先，真爱子女啊，冥冥中都在等机会点化我们啊！要相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陈德是很相信啊。 啊、哦，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啊？比方说，我们英国汉学院，啊啊，我们厨房啊的大厨，啊啊，一个姓陈，一个姓蔡，你看不是祖先派来了吧？陈蔡绝粮啊，现在赶快来帮忙。<laughs> 哦，这个培养弘扬从这个。 传统文化啊，四书五经的人了、啊。哎，中华民族有两万多个姓氏呢，这么巧啊，三个大族，一个姓陈，一个姓蔡，啊、哦，还有一个姓文啊，文天祥的后代。我说哇，那这个饭吃下去都是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不能白吃啊、哦 <laughs> 呃。对呀、啊，他后代在效法他的精神呢、啊。 哦，所以那个炒菜的时候都会受到他们这个家族磁场的影响。<laughs> 哦，细细去想啊，太妙了。好、哦，我们啊汉学院主要的干部啊，啊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才八个姓，主要干部都在里面呢。你说这个不是祖宗安排？为什么？因为汤恩比教授说他最佩服的是宋朝啊。那宋朝编了百家姓啊，所以宋朝是赵匡胤创创的，所以赵排第一啊。<laughs> 哦，所以老人家被邀请到英国啊，是赵氏公会。 去促成的啊，带着修斯校长去见老老人家的，就是一位赵教授啊。你说这个是偶然吗？啊、哦，所以承德是以前听老人家一直说啊，都是佛菩萨加持、祖宗安排，就当一句话听而已啊。啊，自己经历过来了，哇！ 真实不虚呀！啊，这都是老人家人生的阅历呀、啊。我不能，我们不能划过去呀。啊，祖宗的保佑，这个不容怀疑呀、啊。佛菩萨加持，那更肯定了。为什么？佛菩萨同体大悲。 你真正为家庭有责任，你真正为团体有使命，哪有佛菩萨不加持、祖宗不保佑？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你一相信了，他们无形的力量啊，就来了。啊，哎，德也观察自己，观察他人。 自己回头看看，哎，二十多年了、啊，啊，还没遇啊传统文化以前呢、啊，好多险象环生呢、啊，啊，可能一一步没踏好啊，就滑下去了。哎，怎么都过来了，啊，那个没有祖宗保佑不可能。我们所处的年代啊，那经济也快速发展了。 五欲六尘的诱惑啊，可不少，可不少啊！啊，所以老人家在六合境的会议啊，办了两天呢，在香港佛教教育协会主办，啊，各地的同参道友啊，汇聚香港啊，啊，五大洲都来了。 啊，记得那时候老人家说了，现在啊，归二郎神管了。啊，一个是财狼啊，一个是色狼啊，哦，都把人给控制住了。啊，你说没有熏圣教的熏陶啊，很难不被二郎神管了。啊，所以我们自身呢、啊，包含后。 后面学生他们的处境啊，真的，我们要好好啊护持他们啊，把根基啊要扎稳了。好，那佛菩萨祖先保佑加持啊，只要我们念头对了，会感觉到、啊。 特别有力量啊！好、哦，和老人家说的啊，佛菩萨祖先承担，我们不要压力太大，最重要的要把心用对。好、哦，哇，这一句话呢，啊，对承德受用很大啊。哦 不然我本来也觉得压力挺大的啊、哦 <laughs>。这句话听进去以后，觉得哎，事情不要搞复杂了啊，修行要越修越简单了、啊。啊，简单到啊，就是把自己的念头护好，念头对了，一切的言行不会偏，言行对了，对一切人的影响都是正向的。 哦，那刚刚提到了啊，我们在处理家庭的问题、团体的问题，哎，这个念头要关照到，啊、不要起见识烦恼。哎，我觉得怎样怎样，哎呀，我很不舒服，啊，啊，要。 相信因果，不要所求啊！我们要别人理解我，首先我先理解别人啊。假如我们还是那个要求的惯性比较强，哎，那我们一个要求的念头一起来了，对方会交感了、哦，我们要求他呢？ 他也要求嘛，我们还不是圣贤人呢、啊，一定会有做的不足的地方。那我们一要求对方，就把对方要求的心调动起来。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啊。假如我们首先不管对方的情绪多大，我首先不受影响。啊，我们会起烦恼，是因为我们把我摆在前面了、啊。 哎呀，我很不舒服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烦恼就来了。假如我们专注点在对方，当对方很激动的时候啊，你会怕伤了他的身体呀、啊？就是我们念头放在哪的问题，事情并不复杂。 所以，事事是好事啊，在什么时候？我们的感受太强了，所以就对事情啊形成对立了。好，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哎，啊，有一本书叫做《人体使用手册》啊，这个好像是。 台湾出版了啊、哦！哎，这一个企业界的人，他事业做的很大，结果突然啊，身体检查非常糟糕。哎，请问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你看烦恼及菩提呀、啊，危机以及转机呀、啊，看我们了。 会不会转，其实就是看我们会不会善用心。啊，假如不善用心了，哎呀，上天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那麻烦了，念头继续造业了。哎，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哎，我好好反省，冷静一下。哎，结果不只是他的转机呀、啊，啊，他把自己怎么把身体又调健康？ 分享给大众啊，这本书啊还蛮畅销的、啊。<laughs> 哎，哎，你说有坏事吗？你看他用对心呢、啊，啊，不止造福了自己呀、啊，还造福了那么多的人。我们现在冷静看看呢、啊，现在离婚率啊，有些大都市都超过五成了、啊。 所以现在啊，能够把夫妻和合,合表演出来，功德无量啊！太缺这个榜样了、啊。啊、哦，这几天听到一位啊同仁啊，他、哦、说啊，他、哦、是一位女同仁啊，啊、哦，他说我很想学柔顺呢、啊。 啊，这《太上感应篇》说“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呢，我得好好扎根啊！啊，结果他说啊，我看看上一辈、上两辈，啊，再看看左右，哎，找不到罗顺的榜样。哦 <laughs>，我说实在太惨烈了啊、哦！<laughs> 这个老板是说，传统文化断了好几代了 <laughs>，这个是他的感叹啊。哎，说到这里啊，有没有觉得我们应主智慧很高啊？哦，在将近啊，你看将近八十年前，啊、哦，甚至甚至是差不多一百年了。 你看他老人家都教回什么？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着一大半啊，女人柔顺呢、啊，教出来的孩子人格安定啊。我们看现在忧郁症的比例越来越高啊。女子吧，她的最重要的工作啊。 不是很愿意做了，<laughs> 这个是天下安稳啊，女人的功劳最大啊。啊，承德听说啊，啊，在日本，比方说一个女子，哎，她在职场上工作表现挺好，哎，结果她提出辞职，因为她怀孕了、啊，她要回去做家庭主妇、啊，公司里的人啊。 都很祝福他，很尊重他，我听着也挺感动的、啊。哦，那我们想想，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啊，你看反应会怎么样？哇，厉害！还憨啊,龙啊？哦，你怎么这么傻、啊？有钱不赚了啊,啊？以后没机会了？哦，讲的，当事人都很紧张啊,啊 不要乱掺和啊！讲话是要负责任的啊，会造口业的。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我们看现在，不是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一代了。要冷静啊，不能随波逐流啊，要有自己的判断呐、啊。 孰轻孰重啊？轻重缓急啊？啊，我们都知道，乾卦元亨利贞呢、啊。这个“利”是什么？你看祖先的智慧啊，展现的让我们很敬佩啊。利跟什么有关啊？义之和也。 什么才是真正的利呀、啊？什么才是长久的大力呀、啊？我们的心行要符合道义。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家庭啊，夫妻忙着赚钱，忽略家庭里最重要的事，自要没落交子啊。 你说他们两个那么努力、拼命，最后孩子不懂事，你说他们赚的钱会去哪里？不只是钱可能留不住啊，要操操多少心呐！啊,啊，能够在那最关键的三五年把孩子德行扎好，哇，你后面你就放心了。 那个敲卡练足球啊，哦不是啊、哦，这个是男的啊、哦。<laughs> 你说悠哉悠哉啦，不用担心了。哎，人生的取舍啊，啊、哦，有一次坐飞机，好像是澳洲航空，我看了很感动啊，感动什么呢？啊、哦，那个服务小姐啊，看起来就是当过妈妈的人。 为什么很感动啊？哎哎，他呢为家庭呢、啊、哎付出了哈、哦、哎哎之后呢家庭责任告一段落哎他再出来工作哎这个有时候啊啊有一句话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laughs> 你真正要要形成一个社会很好的。 循环呐、啊，风气呀、啊，得大家一起来呀、啊，哦，不然呢，女性也压力很大，哎，我不工作没机会了，<laughs> 哦，假如有企业界啊，专门啊，用这些、啊、很在家里静止啊啊，静、啊、了几年啊，这个把孩子的。 教的很好的，哎，又出来工作的这样的女子啊，那铁定很有责任感。其实用人最根源的，就是他有没有责任感啊，他的能力再好，只要他没有责任感，你会累死啊！啊，你找他来做秘书啊，就会做成颠倒了。 变成你是秘书，他是董事长，你得常常追他啊啊、哦哦！所以分析这么多啊啊，想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啊、哦，同志仍需努力啊！”啊 <laughs>、哦，靠我们每一个。 真的把人生想清楚了，从我心做起呀！啊，我们也有信心哈、哦。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坚持对的啊，慢慢慢慢的会有更多的人认同。所以儒释道圣人这些教诲、啊。 我们真的不能怀疑啊！啊，事事是好事啊！我们得善于去体会这句话背后啊，我们该怎么用心呢？啊，能够反省，能够反求诸己啊，没有坏事了。啊，一些我们忽略掉的事情啊，哎，它一凸显起来了。 我们正好赶紧去处理啊！所以就像这个，我们发现一些身体的疾病，它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呢没有善待这个身体太久了，所以这个病症呢，也是像一个正臣一样啊，一个忠诚一样，在提醒我们。 啊，所以，啊，我们善于观察，儒释道圣人，不止他讲的，还有他表演的。啊，就像刚刚跟大家举的，老人家讲到，哎呀，这个六合团体太难了，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 才是真供养啊！啊，我们念自归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呀、啊！念给谁听呢？念给自己听啊！反闻文,文字性啊！ 这也是观音菩萨给我们的启示啊！儒释道是内学呀，啊，不能念着念着都是要寄望别人去做啊，自己不做啊，同理大众啊，让大众安心呢、啊。那我们的家庭。 就是让所有的家人安心的地方了、啊。人心一安，他就会善根增长啊。心不安，那会烦恼增长啊。所以这个安置，一个宝盖啊，底下有个温柔的女子啊。<laughs> 哦。 啊，假如这妈妈像母老虎一样，那麻烦了啊！连进家门都扑通扑通，心脏跳得很快。<laughs> 嗯，那同样的啊，我们在团体里面，能不能让所有的人在这个因缘当中啊，安下心来做事，安下心来成长？ 人与人呢聚在一起，可是难得的缘分呢、啊。啊啊，有一首歌叫做《不放弃》啊啊，里面有讲啊，一群人，一条心，啊，一辈子，一件事。啊，老法师说要把复兴文化当做这一生。 唯一的一件大事啊！大家听要善听哦！复兴文化唯一的一件大事你马上说，那我不用顾孩子了吗？哦，顾孩子就是复兴文化、啊，我们得先以身作则啊！<laughs> 哦，我们不能一听又把它分割开了，咔咔切成好几块了啊、哦！ 要复兴文化，格物、致知、诚意、振兴，修身、齐家，都在里面呢、啊。哦，不能是哦，我要在团体里付出才叫复兴文化啊！尤其没有前面的基础啊，要复兴文化不可能啊。比方说，啊，我现在要弘扬儒释道。 结果夫妻闹离婚，你说这怎么弘扬啊？人家一听你讲的再好，他心里毛毛的了。哦，哇，你修的那么认真了、啊，还闹离婚呢、啊？那那人家敢修吗？所以这个次第不能乱啊！哎，其实真的哦。 没有练练事法，只有练心法，立事练心啊！我们见过不少啊，很热衷于传统文化的工作，可是很不愿意面对夫妻的沟通。这个都是、啊、明明传统文化是让我们积功累德的。 真善元，我们把这个真善元弄成什么？逃避的真善元。不愿面对的真善元。我们都遇过啊。很想出家，为什么？逃避呀！啊，我就问他了，你出家的目的是什么？ 要弘法利生呢？哎、啊，那要弘法利生，你以后遇到的是出家人多还是在家人多啊？他说在家人多啊。我说那在家人哦，会请教你什么啊？夫妻怎么相处啊？那你现在不好好练啊？哎 <laughs>，真发心了、啊，佛菩萨安排、啊。 真的不是假的，你看还是不相信，我们还是容易相信自己的感受啊容易顺着自己的感受啊。你看人家老人家很相信啊，师长很相信呢、啊，他都没有去攀援，人家九次来找他，推都推不掉啊。当然他还去问老师哦。 嗯，这么重大的事情，很尊重老师，请请示老师啊。哎，我们不能当故事听啊，这跟我们当下都有关系的、啊。好，不要攀援呐，啊，不要啊，在好事当中啊，增长什么，爱真的心，喜欢做的就拼命做。 不愿意面对的就逃避，哎，有些你不愿意面对的，是你最重要的本分啊。真的啊，人不能只是掉入自己的感受啊，要跳出来啊，要为自己的骨肉想想啊。 其实哪有什么多痛苦的事啊，就是念头不愿意转出来而已啊。念头转出来了，你真为孩子的，你马上变得很有力量啊。真的，一念之间呢、啊，差别很大。我们落在自己的感受、情绪，越想越沮丧，越颓废。 转个念头，哎呀，孩子每天都在这个氛围里面呢、啊，受影响啊。你就振作起来了。你说，那对方假如不改呢？你看，未来烦恼又来了。你先做好自己呀、啊。今天对方都不改，你完全只求自己。 你会变圣人呐、啊？你当妈的人变圣人了，你的孩子会差吗？孩子将来面对的又不是人人是好人的世界，他还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人啊！你现在就表演给他看了。 怎样去包容别人？啊，怎样啊？只要求别人，不要去要求啊，只啊只要求自己，啊，不要去要求别人，不然就卷入啊斗争坚固啦。所以老法师啊，在澳洲的时候讲的、啊，这个天下为什么？ 冲突那么多，夫妻不和了。每个孩子，他成长过程看到的就是不和，他没学到和的方法，他出来，他也很无奈呀、啊。啊，所以舜王给我们做榜样了，家里人对他这么不好，哎，他没有责怪别人，还觉得。 负罪影特，哎，还是我做的不够好，最后全家就转了啊！所以颜回夫子说：“舜何人也？禹何人也？啊，有为者亦若是然。”啊，我们学传统文化就是一个目的呀、啊。 心能转物啊，心能转境，不要被境转啊！自己定得下来，用理智护好自己的心。我的心不被境转，慢慢慢慢，身边的亲戚朋友就因为我的心调动了他们的善根了。 啊，日久见人心啊，路遥知马力呀、啊，所以还是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所以佛陀给我们啊，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做表法。 啊，他老人家，啊啊，在新的一年开始，啊，面对弟子们就说了：“我今欲受心碎啊！”啊，那这一段话后来就录在《受心碎经》里面了。啊，哎，我无过咎于众人乎？ 又不犯深口意言我们看到释迦如来、啊、带头反省啊！啊，第一，哎，我这一年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过旧？有没有过失？啊，有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呢？ 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哎，第二，我有没有犯身口意？有没有造作十恶呢？所以释迦如来啊，他表演出啊，天天这样反省啊，哎，在新年这样的日子。 特别提醒自己啊、哦，他都已经是究竟圆满的圣者了，所以他这个身教让我们特别感佩啊！好、哦，好、哦，释迦如来都得天天反省，天天检讨，哦，那更何况是我们凡夫呢？ 那就一定啊，要反思的，啊，就像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啊，那我们能这样反省啊，那就诸恶莫作啊，就岁岁平安了。啊，又能众善奉行啊，年年如意啊，什么事都离不开因果啊。 啊，我们不种因只求果啊，那就变成做白日梦了、啊。好，好，好，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啊，真的。 世间好话，圣贤、佛菩萨说尽了、啊，讲的很圆满了、啊，而且都表演，还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真肯学呀、啊，他们在梦中啊，都会来加持我们。啊，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啊，这是了凡先生讲的。 我相信呢，他铁定啊，有这样的体悟的，这样的经历的。好，好，那我们看夫子啊，他担忧学生这些点啊，那我们首先也用身教啊，来带动学生呢。 德要修，学要讲，啊，义要喜。啊，不善要改，哎，就像我们的这个圣王汤汤王说的，我们要苟日新，啊，日日新，又日新。这个“苟日新”这个“苟”字啊。 啊，偶义大师解的好啊！我觉得他们那个入境界的人呢，光是一个字，他就能看到那种境界，就是斩然背成何绝，就是斩然就是下定决心啊！我这一生呢，要成圣贤，这就是苟日心。 我要装身于千古圣贤的行列，啊，不愿做随波逐浪之人呢、啊，下这个决心了。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呢。其实啊，修学的路上啊，任何人障碍不了我。 善用心的人，任何境缘都是真善缘。啊，这个师长已经给我们表演了，释迦如来也给我们表演了。啊，遇到忍辱仙人，境界快速提升了，忍辱波罗蜜成就了，持戒波罗蜜成就了，啊，没有嗔恨。 忍辱波罗蜜成就了，没有暴富的心，持戒波罗蜜成就了。好，所以除非自己放弃呀、啊，不然任何境界都是来成就我们的，这也是要靠我们善用心的。 日日新，啊，每一天都要进步，这个就是不能知少为主啊，好，不能哎，我今天不错了就自得自满了，那就停住了，好，就像。 啊，孔夫子问学生志向，啊，指路很道义啊，颜回，他很这个重视自己的、啊、内在的修为啊，他无乏善，不标榜自己，不然就傲慢了，无私劳，这个就是。 自己曾经付出的、哦、不会放在心上了、啊。哎，人付出哦，放在心上，就不是这个，就心就不是真心的状态了。真心一法不立。我们看当母亲的人。 哎，你为孩子付出你开始在那里算啊，我为你煮的早餐几餐啊，我为你煮的中餐几餐，那个、那个月干那个状态都不一样了啊，无求的付出啊，做完心上都没有，同体呀、啊，不不分。 那我们看，啊，今天啊，我们在团体里面做了，我们放在心上了。别人一提醒我们，我们不高兴了。我都做那么多啦，你还批评我？所以这个无私无呵呵，这个无私老不简单了、哦。 啊，真的能守住啊！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啊，做的都是应该的，义所当为啊，他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哦。放在心上啊，会跟人家要人情啊，会邀功啊！啊，我们冷静去看。 不少朝代啊，啊，为什么会有杀功臣？哎，以史为镜啊，啊，当然，啊，这个也要从几个角度看的啊，啊，哎、啊，有时候可能是上面的人觉得他权力欲很强啊，他怕被人家威胁啊，这个是他为君者的一个角度。 啊，但是从围城者来讲，啊，假如我们有贡献的、啊，放在心心上会怎么样？居功自傲啊！所以有时候很有贡献的人，最后会变成这个团体最头大的人，因为他前面有贡献呢、啊。 所以，可能后来啊，这个皇帝实在没办法了，整个朝政要被这几个功臣给搅乱了，哦，啊，而我们要很冷静啊，人心唯伪，道心唯伪啊，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件呢、啊，很可能都会在我们的团体里面。 或多或少都有，除非我们警觉性很高，能够防微杜渐，不然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我们的修养也不见得比两千年前的人好啊，不见得比三百年前的人好啊。啊，好像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啊，说啊。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啊、呃，没有新鲜的事啊，啊啊，是不是？There is new things in the sun，是吧？<laughs> 哦，对不起，我最近得要学英文哈。哦、<laughs> 真的，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发生的事很特别啊，以前都没发生过，在历史当中都有。 啊，肯以以死为敬的人呢、啊，他人生会少犯很多错误。好，所以人呢，不能要道，不能要情啊！啊，要道就是要求别人先做。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你都学那么久了，怎么没做到啊？这都变要道了。 啊，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啊，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然后不能要情了、啊，要情就是讨情分了、啊。哎，我以前对你多好啊，啊，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了，啊，就,就都都谈这一些就很情绪化了。 心平气和，才能言呐、啊，才能讲话、啊。事情不难，难在扶得住自己的心念呐、啊，扶得住自己的自我中心，扶得住自私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外面不难呢、啊，事事无碍，怎么会难呢？啊，曾经也跟大家交流到啊，啊，我们有一个学生，还挺优秀的，哎，他二十多岁了，突然有一天。 有个感受上来了，哎，妈妈不要我了，啊，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啊，打电话给他妈妈讲，啊，跟母亲呢、啊、都没有隔阂的，哎，想什么就跟妈妈讲，妈妈说你是傻孩子，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哎，这个电话挂了，母亲自己回想啊，当时候怀孕呢、啊，打算拿掉。 被他外婆拦住了，哎、嗯，所以他特别感恩他外婆啊。哎，母亲起个念头是个种子哦，什么时候发芽了？二十多年之后起作用哎，就只是个念头，它就产生作用了，更何况是我们父母在那里充足的时候。 那每一句话落在孩子的心里，两个都是他最爱的人，你说他有多挣扎？慢慢慢慢，他的天真不见了；慢慢慢慢，他心里很多的这些负面情绪，他也不愿意跟人家讲了，就压在那里了。假如我们能。 把念头都摆在孩子的成长上，孩子的内心上，我们会愿意啊，来努力啊，来调整啊。啊，为父则强啊，为母则强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天性啊，父子有亲是天性啊。 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很伟大，他们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开发人的明德，啊，恢复他圆满的智慧，明是智慧啊，德是德能福报。 用什么方法？用孝道啊！啊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交流的啊，就是老人家在祭祖法会的开示啊，孝亲尊师是圆满成佛之根本啊！祖先不止用讲了，他表演给我们看了啊！顺其大孝也欤啊！ 德为圣人，在孝道当中啊，做的彻底了，德行恢复了，明德恢复了，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啊，富有四海之内，福报也现前，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啊，还护佑到后代了。 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哦，这个发现呢，可谓、啊、全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了。不然人生难得了，不知道怎么开发啊。啊，所以我们很敬佩师长啊。啊，一百多年前，英国、法国啊。 用大炮打我们了、啊。一百多年之后，师长用我们中华文明最好的法宝供养啊，在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祭祖啊，啊，在英国伦敦啊，在威尔士大学祭祖啊，还有祭孔啊。 中华文明最大的两个法宝，孝亲了、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还有尊师重道啊！好、哦，这个也是啊，有把祖先的胸怀啊领纳了啊，陈德觉得。 呃，师长是真正标准的中华儿女，啊 <laughs>、哦，老祖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啊、哦，他就接受了，<laughs> 哦，这一生呢，不为自己想了，为众生想，啊，这个是我们要效法老人家的地方啊、哦，唯有这么效法、啊，才能听得懂他讲的教诲啊。 啊，假如跟老师的心不相应，有时候听他讲的话会听错了，听偏了。嗯，啊，那老人家讲啊，现在和合生团很难，但老人家也带头啊，啊，二零一零年。 七月二十四号，跟大家教导如何修六合镜啊！啊，哎，有六合镜的团体出现，能化解灾难，啊，能把阵法弘传到全世界，有了阵法。 人才会调整错误的思想观念呢、啊，不然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了。好、哦，好、哦，所以新的一年呢、啊，啊、哦，当然这个不能勉强，啊、哦，我们共同发愿，啊，成就啊和和的团体、啊。 我们难得跟啊整个世界的众生呢结这个缘呢，哦，我们也不能白来一遭啊！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尤其呀，啊，我们所从事的行业，从古至今啊，都受人家尊重的啊。 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一份尊重啊！啊，我们要尽我们的一份力啊！啊，我们来振兴师道啊，来建立啊和和的团队啊。从哪里下手呢？从孝道下手啊！我们自身呢、啊，先来。 啊，做落实孝道的榜样啊！我相信呢、啊，我们谈出来的话呢，一定会触动啊孩子的心灵啊！啊，那老人家在这个开示里面，首先也是、啊、引导我们认祖归宗啊！啊，我们的文字来之不易啊，我们的文明。 都是这几千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啊，文明的这些内容，啊，五伦五常四尾巴的，很好记呀，啊，这也是祖先善巧啊，啊，不能弄得太复杂、啊，怕我们记不住了，啊，接着。 万善万德之根本啊，孝亲尊师啊，这一段老人家首先提了啊，孝是中华文化根啊，敬是中华文化本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啊，我们从事教育、啊，绝对不能变成了舍本逐末了。啊、哦，那这两段啊，不知道啊，诸位啊，同道啊，诸位仁者啊，哎，我们听了老人家讲的啊，有没有觉得特别触动的地方？ 啊，或者是听了之后，啊，我有触动的地方呢，我去落实，我去实践，哎，我实践呢很有体会，很有收获，啊，也可以跟大家做交流。 啊，有没有哪一位忍者啊，就这两段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是在考我的电工是吧？呵呵。哦，呃，按理来讲啊，这两段文呢、啊，有一句话落在我们的心上啊，我们就变了。哎，这句话落在心上啊，啊，放在心上了。 处事待人接物、啊，感觉不一样啊！啊，你再把它用出来，体会更不同了。好、啊，好，我们有请刘老师啊。阿弥陀佛，那各位同修，各位法法师，各位大德，大家好。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看那个文章，在看那个。 逐字稿的时候，比较意外的是讲到二十四孝顺的故事的时候，我那时候听那个故事还没有想到他是非常的善巧方便，然后看到师长讲到说是大顺的善巧方便，不仅多次避免了杀身之祸，还在其中很顺，然后表现出一种深远的智慧孝德，然后又提到是极高明而道中，真的就是那时候听完之后就有一种哦。 原来他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恒顺他，他他们还是还是让他们做出来，但是呢，他自己都每次都能够逃过，就是也是一种中庸之道，让我产生一种蛮大的一种意外和震撼的吧。对，就是这种极高明的中庸，就像是刚刚法师所讲的随缘妙用一样。对，就是那时候我蛮有，真是蛮有蛮意外，还是蛮有感触的一段。 嗯，阿弥陀佛，他是这样。好啊、呃，谢谢刘老师。我们刚刚啊，跟大家提到，我们在学习呢，我们要善体会。啊、呃，首先我们要观察顺王。啊、哦，诶，刚刚刘老师提到，这个是老人家观察顺王，他体会到的。 哎呀，这顺王真的是悲智双运的啊,啊！他能寻中庸之道啊！啊，大家想想，假如啊，这个父亲后母要害他，他情绪一起来了，算了吧，给你们杀吧，那就麻烦了，那就一家的悲剧就产生了。 要要有理，要要有智慧啊！啊，父母需要的时候出现了，父母有恶恶心的时候，哎，找不到他。<laughs> 哎，这个是有智慧啊！啊，不让对方呢做不义的事情。啊，其实啊，我们的真心呢，都有这些能力呀、啊。只要我们不让。 烦恼做主啊，哎，就用得出来了，啊，我我们有效法顺王的心境，啊、哦，如沐豪气呀，啊，那种如沐就是父父母怎么对他，他不放在心上，还是像小孩依恋父母一样的心境。 然后负罪隐特，哎呀，还是我做的不够好。哎，我们能效法这些心境啊，家庭的这些问题啊，会被我们的真诚呢慢慢转变的。好，好，那假如啊，我们实际上有遇到啊家庭的问题、人事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探讨。 大家不要担心啊，你不要写名字就好了，啊，好，就把问题写过来哈，我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啊，大家相聚就是有缘啊，您的问题呢，啊，会有两百多个人啊一起来切磋啊，来支持你啊，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laughs> 好，谢谢。 刘老师哈、哦，那也也可以感觉，啊、呃。刘老师很用心哈、哦，他读的时候都会有所感悟，啊、哦，学贵心悟啊，学东西最重要要有感悟。哦，比方说，哎，我们看了、啊、看了、啊，我们说水文入关了啊，哎，老老人家讲了，我们和一切众生呢、啊。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相信吗？哎，相信了，哎，这句话放在心上了，啊，于诸众生失多自己了。这句话一放着，我们的心会不会不一样？我们跟人互动会不会不一样？会呀、啊，啊，读书。 贵在变化气质啊！一句话能放心上了，人就心境就开始变了。哦，所以颜回夫子啊，啊，孔子赞叹颜回：“德一善，则全全福音，而弗失之矣。”啊！ 哎，他得到一个好的教诲，放在心上，不不会再忘了。哎，这是我们的学处了。哎，我们今天看到师长，他能点出顺王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也很有福报啊！啊，老人家不点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些学处啊，啊，极高名额。 道中庸啊，哎，不然我们可能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了。哎，这个很深刻啊，啊，我们放在心上，愿意去效法。哎，我们在面对事的时候啊，就不会感情用事了，啊、就有受用了。哎，我们真的去落实。 一天当中啊，一定有不要感情用事的时候，哪怕你是回一个短信啊，都不能意气用事哦，不能回回过去了啊、哦，啊，你后悔三天都有可能。哎、欸，那我们都有感受了、啊哦，好，好。 哦，尤其又点出来啊，啊，三世诸佛啊，敬业正因啊,啊，啊，这是观经啊给我们的启示了、啊啊。好，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啊，哎，一定要从根本呢、啊，啊，来下功夫，哎，尤其啊，又又又举了另一个现代的例子。 啊，哎、哦，古今中外都要举啊，啊，不然呢？啊，你举个古的，他说，哎，古代有啊，现在没有、啊哦你。哦，啊，所以我们看到老人家举的，啊，贤公的榜样，哦。哎，他虽然出家了，但是还是把孝道摆第一。 这个是真听啊，释迦如来的话了，释迦如来教导的，大根大本敬业三福，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啊，啊，侍奉达二十七年了，啊，我们得比于上啊，哎，效法贤公啊，你真的立了这个志了。 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啊啊！第二段啊，净是中华文化本，哎、啊，这一段呢、啊？ 很让人感动嘞，哦，因为老人家提到了啊，他的校长啊，校长夫人，啊、他们夫妻呀、啊，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啊，啊，老人家讲经的时候还说啊，啊，校长夫妇。 对他们的影响超过自己的父母啊！你看那个感感动有多深呢、啊？啊，我们当老师的人看完这一段，哎，我们也要立个志啊！啊、哦，要效法周邦道校长啊！这样就是从我们身上啊，在振兴师道了。 我们去感受感受啊！周校长有多少个学生呢、啊？师长只是他的学生之一呢。有没有其他的学生同样这么感动？一定有很多啦、啊！啊，陈德曾经参与了，啊，老人家很念旧啊。 每一次回到台湾，就把当时候这些同学啊，读书的同学找来啊，啊，我记得我参加的那一次，最年轻的八十八岁啊，哦，还有比老人家大的了，<laughs> 你看都很有成就啊，所以真的当老师啊，太有意义了。 真的是、啊、培养民族的栋梁啊！啊，所以师长这里说到了，哎、啊，校长夫妻啊，确确实实做到身行言教啊。那个时代的老师有道德、有品性、有使命感啊，对学生视如己出啊。 啊，希望下一代都能够成才呀、啊，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定和谐。我们想想，在这个时代啊，假如教出一位范仲淹一样胸怀的人，多少人得利呀？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啊！ 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无难事啊！我们老师立这个字，绝对做得到啊！哦，那还有提到啊，啊，李老师办的那点研究班呢、啊？ 八个学生呢、啊，六个老师啊！啊，你看李炳南老师，啊，我们觉得有点可惜的，当时候没有录像啊，哦，不然我们可以想象那种给人的感动啊，啊啊，李老为了。 长着八个学生的善根呢，他代表家长啊我们为人父母的，也要透过自己啊，把尊师重道啊，种在自己小孩的心田。 他会受用一生呢，啊，人生就是因果，就是感应。一个人有尊师重道的心，他就会感得他生命中啊的好老师。好，好像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啊，承德读书过程也遇到老师打的很凶啊。 啊，打的那个手啊，几个那个淤青那个包啊，啊，父母都没有批评老师，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对老师有这种埋怨。哦，假如有埋怨的，可能我就遇不到啊师长了。 哦，而这里啊，我们也真正呢体会到呢老祖先呢教育的智慧啊！哎，看他用的方法一个拜师的过程，短短十几分钟啊，可是却让在场的学生呢受用终身呢。 当然，那个拜完以后啊，老师战战兢兢啊，啊，把学生视如己出啊，他那个在行礼过程所产生的恭敬心，就在老师的慈爱当中啊，不断增长啊。所以我们看以前读书人，以后有成就了。 啊，都不忘老师啊，都照顾老师的后代啊。我们以前读过的啊，左宗义公义士啊，啊史可法先生，你看老师不在了，啊，他只要回回到家乡了，啊，那一定去看啊师母啊。 看老师的后代啊，尽心竭力照顾啊！那这一点我们也很有幸啊，看到师长老人家就是这么做的，终身难忘啊！啊，想尽办法啊，啊要请啊方东美教授的孩子。 到香港来住啊！来替老师照顾他的后代啊。哦，包含，嗯、呃，我们周姑院长，啊，哎，一到、啊、汉学院的、啊，啊，那老人家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嘘寒问暖呢、啊，啊，交代地址，啊，生活。 要注意哪一些哪一些，啊，哎，都要到位，啊，甚至都交代要去买衣服，这里天气比较寒冷啊，所以我们珍惜啊，圣贤、佛菩萨给我们的表演，啊，怎么珍惜呢？效法他们，而且师长是亲自演给我们看的。 这也是我们的因缘，也是我们的福报。啊，那弘林法师啊，还有他的团队非常用心啊，啊编了一本书啊，啊老和尚的身教，啊透过我们弟子们回忆，啊跟老人家亲近过程，实际发生的事情，啊给他的触动。 还有同学很认、很用心啊，啊，居然把这个老人家的身教啊，跟《弟子规》一百一十三件事结合起来了。哦，那等于《弟子规》每一句啊，老人家都在祖师大人给我们表演出来了。我们再去学习的时候，哇，很具体呀，啊,啊，每一句京剧活灵活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再来啊，第三呢，啊，华严表法啊，哎，这一段也是引了不少经典呢、啊，啊，不知道这一段有没有啊，哪一位仁者，哎，你有一些感悟啊，愿意跟大家分享？ 好，有请陈校长尊敬的上层校的法师，还有尊敬的学长、同学们啊！刚刚啊，师父有提到说，我们和众生是一体的啊。刚好、啊、这个礼拜啊，跟同事在聊天呢、啊，就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感受到说，我们《弟子规》里面写的说，见人善即思齐，见人恶即自省。 哦，类似这样的感觉啊！现在听了啊，这一阵子这样子听老师上课啊，就感觉说看到别人的善，哎呀，就感觉看到的哈啊，好像也是好像看到过去生自己啊，我们都跟人家结了很多善缘恶缘啊，看到人家的善啊，哎、欸，感觉啊，好像也把我们过去生中的善缘啊，那个善性啊，也提升出来了。那看到别人哈、啊，有一些感觉，别人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 好像也是看到自己啊，也是看到自己啊，啊，不管是过去生中还是这一生中啊啊，自己的习气大概也是如此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说，哎，我们以跟众生是一体的哦、啊，不要说广大的众生啊，光是看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同事啊，也常常的可以看到自己啊，就感觉啊，自己跟别人真的还是真是一体的啊，这种感觉啊，就有一点感受哈，心、啊、情。 老师之道，感恩法师，感恩大众，阿弥陀佛、哦。好，谢谢陈校长。啊，这个确实啊，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啊。啊，《弟子规》这一句话也是依照经典的出处啊，“见人善即思齐”，啊，“众去缘以见机”。 啊，见人恶即内行，有则改，无加警。这个跟我们《华严经》五十三餐的心境啊，完全相应啊。啊，所以能够啊，用这样啊来面对啊一切人。 那自己的受用啊，就非常大了，啊，见人善不嫉妒，啊，还有随喜，哎，这个不嫉妒也不简单呢。好、啊，我们这个成长过程哦，在升学主义之下，很好胜，<laughs> 啊，很喜欢跟人家比呀、啊，啊。 不喜欢第二，只喜欢第一啊，呵呵不知不觉、啊、看到人家好啊，酸酸的了啊。所以这个《弟子规》每一句也不简单哦。啊，得要放下我们这个习气呀、啊，这一句话才落实得了啊。啊，我们啊，见贤思齐 见人恶，即内省，不能见人恶，即批评，即对立，啊，即指责，那我们就陷入烦恼，还会跟人家冲突了，啊，造业了，啊，所以能内省，哎，有则改，无加警，哦，那就变成每一个人都是来成就自己的了。 那我们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面了啊！所以，我们自己的一点一滴成长啊，都离不开啊这些人事境缘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的身上有很多人的恩德啊，啊，分不开的了。 那我们怎么报恩呢？爱人如己了，啊、哦、啊、哦！所以陈校长啊、哦，分享到，啊、哦，哎，能用这样的心，好、哦，那就世视,视人如己呀，亲如一家了，啊、哦！其实我们说，道心呢、啊，菩提心呢、啊。 其实就是感恩的心不中断，这个就是觉心了，菩提心了啊！而且只只要菩提心不失啊，就在道中了啊！菩提心一失啊，就不在道中了啊！所以华严也提醒我们，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 是名魔业，是这个感恩的心呢、啊，菩提心呢、啊，不可虚于离也，啊，哎，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呢，来提醒自己，啊，来关照自己呀，哎，警觉性就越来越高了。 而且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用感恩心，啊，我们一有情绪啊，很容易就察觉了，啊，就能不怕练起，只怕觉迟，啊，因为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感恩心啊，这个心是很平的，很真诚的，啊，突然有情绪了，就好像这个清静的湖面就哇起了一个波浪。 很容易就发现了，哎，赶紧啊，用正念把它扶住了，哎，正念现前呢，邪念就污染不上了。好，好我们啊，谢谢陈校长啊，所以儒家、佛家的教诲啊，哎，都是相应的，好，尤其。 啊，传统文化是师道啊，我们怎么侍奉老师啊？儒家讲啊，这是子张啊，问善人之道，善人怎么修道？哎，善人不一定是君子哦，他只是愿意行善哦，可是他还有一些习气，他也不愿意对治哦。 可是君子肯哦，啊，君子求诸己啊，哎，君子和而不同啊？他会这样提醒自己啊，啊，哎，还有贤，还有圣，那个境界要不断往上提升啊。所以子张问善人怎么修《大学》之道啊？怎么明明德啊？ 孔子说：“不见机，亦不入于世。”啊，要跟着老师的脚步，才能够登堂入室啊！好，那从这一段话，那等于是我们跟着自己最信任的师长善知识，我们要老实、听话、真干，就可以登堂入室了。 而且我们想想啊，父母、老师要成就孩子、成就学生，他一定希望他少走弯路啊。所以按照逻辑来讲啊，青出于蓝胜于蓝是正常的哦，这必然的、啊，因为父母、老师一定不愿意你走，不愿意你走他的弯路。 啊，所以真的很老实听话真干了啊，成就很快呀，啊，那要用什么态度呢？啊，那经文里面就指导我们的，啊，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智智，应决定求真善知识，啊，这里有个真哦。 他要是名师才行哦，啊，我们这么大一个法身慧命的事，可不能感情用事，随便就交出去了。经啊，经文又提到了，啊啊，我们啊，面对啊，名师受戒了，物生疲泄，物生厌足。 啊，都应随顺，福建过失啊！啊，要随顺老师的教导，啊，不能见老师的过。啊，可能我们会误会了。那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是很特殊的。啊，哎，以前哎，他成就了。 哎，人家主动啊，来跟他求道啊。我们说闭关了、啊，闭关的意思就是我修成了啊，谁来谁来请教啊？啊，以前的闭关是这样的啊、哦，那不好意思走出去说，哎，我学成了，这说不出口了，哎，闭关。啊，但毕竟呢，我们这两三代人传统文化都不是从小学的。 所以法得要契合当时代、老师的情况、学生的心理，这个都不能执着了。这个也要我们自己善去体会了。哎，我们从小没有学呀、啊，成年以后才学的。啊，突然我们有不妥当的行为出来了，啊，学生看到了生烦恼了。我们说福建过失。 <laughs> 是吧？那那不是变成拿道理压人家了吗？<laughs> 那我们的用心啊，也可能有待商榷了、哦。好，好、哦，那这个啊、哦，我们啊，明天呢啊，有有时间我们再来交流啊。啊，刚刚请大家发言，大家都非常刚毅木讷啊。 <laughs> 这个讷是言语迟钝哦，所以诸位都是敬人啊。啊，我后来想想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久没见了啊，一年没见了是吧 <laughs>？哦，我们上一次见是二零二一年啊，这一次一见二零二二年，一年没见了啊，啊，没见有个熟悉的过程哈、啊。 好好，好，我们一年没见了哈，好，今天我们熟悉了啊，明天再请大家可以踊跃发言，好好，谢谢大家。